今后的路要长，然后那个过年了，感谢所有深爱我的朋友，我跟你们录个视频吧，然后怎么说呢，我这有一个直播的点滴，然后是从直播开始一直到最后的，到停播这段时间所有的视频我都有，感谢你们默默享受，感谢每一个阶段吧，从开始到现在每一个一直在一起零六三六玩的老铁们还有大哥们，新的一年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对吧？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能玩得开心，玩得快乐。在七零三六，也感谢从1349982710，到175078，然后又到了36446，到最后的70036。感谢这段时间来过的、留下的、曾经走过的，还有不在的。就是感谢曾经所有的这些人对我的支持，对我的帮助，对我的很开心生命中能遇见你们。我中间停了一段时间，有好多人说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没播，挺长一段时间没播了，因为我也有我的事儿要做，然后过年了，然后我本身一段时间直播啊，这赛季需要完成的事我都给你完成完了，不枉费大家所帮忙，包括大家这些大哥对我的帮助，是吧？尤其感谢阳光哥，不经常来但能想到我，我很开心也很快乐，因为生命中曾经有你来过，是吧？原来在我图片这一张啊，我那天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，这张庆祝了我太多的东西了，真的很开心吧。然后还有两个月零四天，直播了一个月了，直播了一年了，然后希望都好好的吧，可能我做的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大家都努努力吧，哪块做的不到位然后跟我说，对吧？毕竟这么长时间都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奔跑，希望大家好好的。我就录一个这样的视频吧，然后等明天再好好录一个发给你。过年的祝所有老铁，祝所有老铁那个新年快乐，身体越来越好，狗年发大财。